好，欢迎收看《电玩宅兔配》，我是主持人宝儿。哎，玩游戏还可以认识妹子，哪来这么好看的事情啊？没有错哦，就是最近最流行的手机游戏《终极狼人杀》，让你可以一边玩游戏，还可以一边语音跟妹子聊天哦。让我们赶快一起来看一看吧。你是喜欢玩桌游的人吗？喜欢杀手、天黑请闭眼这种紧张又刺激的游戏吗？那可有福啦！现在手机上也推出了这样的游戏哦，《终极狼人杀》就把经典的桌游搬到手机上。除了规则移植之外，游戏中还提供即时语音的功能，玩家们能够互相沟通或刻意煽动人心，让游戏的风向难以捉摸。游戏在排行榜上可是第一名呢。如果平常找不到人玩桌游，线上随时会有几十个人在等着你厮杀。但如果都不说话，还是可能会因为太边缘而被第一个杀掉哦。大体而言，玩法很简单，如果抽中狼人，就需要杀光其他不是狼人的玩家，反之就是消灭狼人。但人有许多不同身份的角色，像是猎人与预言家就拥有不同的技能。如果你是心机很重的玩家，那么这款讲究互相猜忌的游戏肯定适合你，一定要来挑战看看哦。